梳着中分头、戴着细框眼镜、外貌斯文的中年男子，就是这一次吴兴街民宅命案死者失踪的丈夫。警方仍在寻找他的下落，因为他的妻子张姓女子离奇沉尸屋内。警消破门入内，民宅内一片凌乱，杂物堆了满地。张姓女子被发现时，疑似已经死亡超过两周，中心的宠物狗半尸十多天。抱着家人哭了出来。四号一早，检警在二滨相验遗体，家属心痛崩溃，怎么样也没想到，久久没见的至亲竟然成了冰冷遗体。里头，他说他们家对面是死老鼠，很臭很臭，他每天要用一个电风扇这样吹。对啊，他说至少将近二十天。三号晚间，台北市信义区吴兴街的这栋民宅传出凶杀案，42岁张姓女子倒卧在房间地板，背上还有多处刀伤，头部疑似被塑胶袋套住，全身被棉被包裹，他杀几率相当高。迟姓丈夫案发后人间蒸发，涉嫌重大。死者有人透露，两人交往复杂。交往就比较复杂，这个他后来再嫁了这一个男生去为难我这个朋友，那后来我朋友就打电话给我，我去帮忙协调处理的。死者曾有过一段婚姻，据了解，失踪的陈姓丈夫脸书上抛出不少二手车买卖资讯，实际上却是名通缉犯，还与张姓死者一同涉及诈欺案件，如今也被怀疑亲手杀了妻子。当时他是有自称说他是什么在酒店经济啊，自称帮派分子，可是应该也是不是什么大人物了。若真是丈夫痛下杀手，是为情还是为财，成了警方追查重点。但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他的下落，把疑点一一拼凑。三立新闻顾远生、新怡台北采访报道。